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 玩火持续，我是你啊，今天玩的是 Free Fire 的泰服哦。那今天来玩泰服的哦，枪械大师小队。哎，来玩一下好了，枪械大师小队很久没有玩了。我记得是打打打打打，然后枪会换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这个是主队模式的，那来玩玩看吧。百慕达 2.0 的地图，哎，还蛮酷的。哎，还有其他模式吗？看一下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之前都玩过哦，爆破幸存者。哦，还有其他模式应该都是就玩过的，我没有玩过枪械大师的百慕达 2.0 版本呢，来玩玩看，不知道玩起来怎么样？哎，技能需要改吗？ Okay, 技能我不知道有没有防弹衣，配料长啦，我没有改技能哦，我用的是团队突袭的技能，不知道用起来会怎么样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防弹衣耶，我有带那个，我刚开始是飞刀子，我有带那个。安德鲁的技能，然后马克西姆的拉补包血量不知道有没有用哎、欸，然后凯莉的跑速跟破凝胶，哎、欸，破凝胶应该也用不到对不对？其实应该带阿洛克之类的技能，哎、欸，没有防弹衣，对，没有防弹衣，还是我应该带 A24 啊？不过我没有 A24， 有人150。哎哎哎 ，OK， 我刚刚游戏当掉，我又重新连回来了。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敌人都有枪啊。对啊，敌人都有枪了，哎、欸，直接刚刚因为当掉，我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哎、欸。他到底死了没？哦，死了死了，死一个了。我现在有拿到什么枪吗？没有，我还要再多杀一个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我有枪，我有 MP40 啊，可以。来，这边还有一只。来。我好像有点小爆兵，后面有敌人吗？没有敌人，目前侧边都没有看到敌人，其他敌人在哪个位置？目前没看到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没办法切，没有办法切。哦 ，AG7， 等一下，哇哇哇 ，AG7 没有办法打远，他没有办法切空手，是一定要拿着枪跑啊。我好像有点小爆兵哦，楼上有人，旁边这一侧有人，来，先上去好了。哎、欸，到死了没啊？哎、欸，我打到队友了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人没有死啊、哦？哎、欸，应该死了吧？哎、欸、哦哦，我爆聘好像平均聘值100多啊，聘值不太稳，都要打比较多枪的感觉。那边有一只，那边有一只，哎、欸、，Scar， 有一只跑上去了。瞄不到，啊，没有办法切空手啊！拿着 SCAR 跑步好慢啊！还是 SCAR， 他到底死了没？啊，他下去了！哎呦，旁边有人，喂！哦，他拿 UMP。斯卡打 UMP 有点难打、哦，尤其是近战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换枪了？是队友的击杀的关系吗？他换枪会卡一下、欸，他换枪不会让我继续射击哦，他会直接断点一下。哎、欸，前面有一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后面怎么突然有人？来，左上有一只。哎呦，他瞬间跳下来，应该换枪。UMP UMP。哎呦，最近在练的 UMP 要练一下啊！看一下，看一下敌人在哪里？敌人，这边好像有一只啊，这是队友。敌人的位置好像都在楼上，对不对啊？前面有一只。转进去，转进去，转进去！切他后路，切他后路。他后路我没有看到人啊，看到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他居然先打我，而不是打后面那个队友、欸？哎、欸，他死了。楼上有一只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是拿 V 冲哎、欸，开始了吧？让他死了 ，OK， 再来，敌人，还有一只在后面，哎呀，被 AN49 爆头了。我们现在是八等，我们差敌人一等的样子啊、哦。看一下敌人的位置，没有看到敌人的位置，我绕另外一边上去好了。机枪走路好慢哦，来啦！这边有一只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哇、哦！啊，被队友打掉了，没事，我们在九等，对九等。
到底死了没啊？暴病真的是很难打，打了那么多枪，哎，这个是可以连射的吗？不行，这不能连射。好，好了。哎，哇，没瞄到，他这个高低差没有办法辅助瞄准的样子、啊。我们绕后面好了，现在十等对十等 ，N14对 N14 哦。究竟可不可以呢？我的切近，准备要切起来了吗？哎，这击杀不算我啦，后面还有人啊。对，不要卡在这个角落啊！我听到脚步声，但没看到人，好像都在后面吧？啊，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他没看到我的样子。哎，暴毙！哎，一弹，哎，打死了，十字弩。看到楼上，这样没射到，哎呦，这样没射到，这样没射到，啊，他死了，哦、我也死了，蜘蛛弩好难打、哦，再来敌人好像都在楼，哦，看到了，但有没有射到、啊？没有射到。这是55滴射中他只有55滴啊，射中他只有55滴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手榴弹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闪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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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！哦，我有手榴弹，顺炸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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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了，跟我玩手榴弹。哦，镰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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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镰刀了，接下来要打赢。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看死他，看死他！我好赢了，枪械小队还蛮好玩的嘛，枪械大师蛮好玩的，只是有点暴毙暴毙的，变得有点难玩。哦，跟我玩手榴弹，刚刚那个敌人一直狂丢手榴弹，很可爱。好，这边其实一个顺炸雷就过去了，我这场18杀，但我输出跟我的那个25杀的队友一样高、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暴聘被吃击杀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刚好被剪头？不知道啦，就可能不知道，可能暴聘或者是怎么样吧。因为照理来讲，我的击杀低，输出应该也要跟着低。啊，总之队友也很给力啊，对，真的很给力。他们敌队有一个队友比较惨啊，就是右边这个最下面这个只有零杀，对，然后死。哎，支援分者一次输出52，他们好像有一个队友不知道是挂机还是跳 game， 不知道，有点衰哦。好，我们这场就这样玩完了，还蛮有趣的一个模式啊，很久没玩了。